大家好，我是雪玲秀秀。自从今年 AI 概念大火之后，我们见证了太多产品因为 AI 重获新生，像搜索引擎、文档工具，更是几乎重塑了产品形态。但在操作系统领域，确实几乎没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创造。就连微软的 Copilot， 大半年过去也仍是分期兑付的状态。所以当我听说 Vivo 的 Origin OS 4将要更新大模型的时候，就开始对它有了期待。毕竟 Origin OS 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手机系统之一。恰好在机缘巧合下，我拿到了 Origin OS 4 Beta 版的升级。那么 Origin OS 这个大模型使用体验到底如何呢？vivo 这次的大模型主要集成在一个叫小 V 助手的程序中，我们在任意软件里策划停留三秒，呼出侧边栏就能看到它，点击之后会打开一个小窗口，每次打开都会有欢迎语和常用功能的推荐，并且这个欢迎语在不同的页面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聊天界面打开会建议一键持平，在文章页打开可以总结文章，在其他页面打开会问是不是要写文案画画。基于这些功能，我们手中的手机也从只能接受人类操作的虚假智能手机变成了真正拥有智慧的真智能手机。下面我将以第一人称视角带大家体验一下使用由小微助手驾驶的真正智能手机的一天。我是一个打工人，今天是周一早上10点，我来到办公室，刚坐下就收到老板的消息。小黎啊，安排一下明天上午10点在楼下办公室开一个月总结会。作为一个健忘的打工人，这时我直接呼出小微助手，点击一键视频，就发现聊天内容已经被识别，并给出了创建日程的建议。点击一下创建日程就自动创建好了，在会议前5分钟手机会发出提示。刚准备在群里发一个通知，老板的消息又来了。作为一个有素质的打工人，我忍住了吐槽两句的冲动，让小薇帮我修改了日常的内容。正要关掉对话框，忽然想起来他还可以写文案，于是顺便把会议通知的文案一并也写了。完成了老板安排的任务后，作为一个敬业的打工人，我准备摸鱼一会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一番乱看之后，我发现了某主播的瓜和带货行业的内幕。瓜很快开完了，但内幕却有点复杂。还好小薇助手提供了总结文章的功能，不仅能总结当前页面，还可以总结文档和链接。总结完之后可以继续提炼出要点，有不懂的还能随时提问。没花几分钟我就把瓜吃得明明白白。一直摸鱼到中午，到了要吃饭却开始纠结不知道吃什么。这时可以找小薇问一下，比如中午我想吃辣的可以买什么饭，然后在建议里面挑一个。吃完饭看到了商家带图24好评返现的小卡片，但是刚刚忘了拍照，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小薇支持 AI 绘图，直接生成一张就行，顺便让他把好评文案也给写了。吃完午饭一觉睡到下午上班，睁眼就看到我同事找我问前两天的文档，但我也忘记保存到哪里了，一时间找不到。这时我想到小薇还有文件搜索的功能，直接给他发送找一下最近微信里保存的有关人工智能的文件。很快他就把文件发给了我，长按我想要的文件直接拖到微信的聊天框就能转发给好友。并且这个功能不仅可以搜索文件，还可以搜索图片，不仅可以按时间搜，还可以按格式搜，按内容搜。发送完文件该为待会儿的会议做准备了，需要先捋清一下思路。小微助手能按照要求生成脑图，直接让他给我生成一份，我按照内容进行更详细的准备即可。终于坚持到了晚上，让小微帮我写一个日报总结打卡下班。回到家，宠物在门口等我，随手给他们拍几张照片想要发张朋友圈，但无奈拍的不太好看。这时候把它发给小微，他可以对图片进行重绘，比如我让他把这张照片换成二次元风格。除了重绘，小薇还能直接生成图片，可以使用自然语言来描述，比如生成一张奔跑的小狗，也可以使用比较专业的 AI 绘图关键词。它支持多种风格，有偏向二次元的，有赛博朋克风，有中式水墨画，也有西方的印象派。到这里，一天的日程也接近了尾声，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使用小薇的感受吧。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融合，它真正的把手机和 AI 进行了融合，把 AI 融合到了使用手机的过程中。它可以调用手机系统的各种能力，调整系统设置，获取手机文件，真正的完成了对手机的掌控，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问答助手。快捷的呼出方式也可以让我随时随地都有想要用一下的感觉，而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频繁的切换软件，让人丧失使用的欲望。能感受到 vivo 不只是为了大模型而大模型，是真的融入了自己的思考，让它成为一个手机和用户的辅助智能助手。以上就是我对 Origin OS 4大模型相关的分享，你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你的想法。我是雪玲99，我们下期再见吧。